好，来看一下，最近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呢，跳这个钢管舞的画面在网络上非常的红。瞧瞧这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女生哦，这个身手非常灵活，还会一字腿。这舞蹈老师说，这个5岁的小妹妹在跳钢管舞之前，其实已经有跳过2年的芭蕾舞。不过医生就强调了，其实小朋友的骨骼跟臂力呢，都还没有发展完全，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导，可能会造成运动伤害。双臂用力支撑倒挂一字马，在钢管上灵活的身手，连续的照片放上网路，不少网友按赞。但其实这个小女孩只有5岁，她自己有在练，就是还有在上其他课，就是说芭蕾舞还有民族舞蹈，所以她其实就是特别喜欢跳舞。小女孩学过2年的芭蕾，跳钢管前可以说是有练过。她跟俄罗斯的舞蹈老师一起拉着钢管做劈腿拉筋，不止倒挂抬腿，还得用肚子跟腰大腿来增加摩擦力。我们平常在做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夹住钢管，但是因为他小朋友他会这样子夹住钢管。小孩跳钢管还是有限制，医师也提醒轻易尝试可能造成运动伤害。倒挂啦，爬高啊，那个对他的这个肌肉骨骼系统的发展，以及刚刚讲对心智的发展都不好。5岁跳钢管舞秀一字马，吸睛程度100%，但考量小孩教育，建议满12岁以上再来挑战这种高难度表演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